有三千慈善会地方特别温暖有爱心，当地里长也是热心的义工团队之一，并表示除了要感谢各界善心人士捐助款项订购爱心便当给弱势的族群享用之外，同时也要感谢新北市议长蒋根煌服务处长期赞助新鲜水果。蒋议长呢每个月都有赞助我们这个三千慈善会，我们货港里呢这个爱心便当这个水果了哈。非常感谢他们发放老人爱心便当哈，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善事人士哈，发挥这个爱心的公益哈。这场活动为当地民众发送爱心便当，得到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大力的支持。服务处也表示，来自各界所捐助的每一份物资都很可贵。议长同理心赞助当季好吃的水果香蕉，分送给到场领取爱心便当的民众，希望大家吃得均衡又健康。非常的有爱心，每个月呢都有在这边发这个老人爱心的便当，所以呢，我们议长也是很有这个爱心的，每个月也来把它赞助这个水果，在这里呢，祝我们这些老前辈，大家身体健康。新北市三清慈善会结合里办公处及义工服务团队的真心力量，帮助有需要的民众，让他们享受到美味的餐点，再加上新北市议长特别赞助新鲜水果，大家用行动送上健康与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记者黄佑贤新庄采访报道。